人了。零下六度低温，江苏泗阳一片冰山雪地，每一人帽啊衫拢叫雪吸掉嘞。冒着大风雪，拄着浙江展开发放，大家先暖暖身，围一个大圆口啊来跳舞。浙江细心来帮助乡亲阿妈拍掉帽啊顶的雪。瑞雪兆丰年，对吧？安南将阿妈揽嘞，乡亲心内苦，全拢讲予浙江听。接到你家里面的亲戚话，我想接到你的嘛，这样的我们就搞。祝你新年快乐，啊，你要快乐，就算自己在家里也要快快乐乐，好不好？当地妇联干部谢威的后生六岁谢宇恒也做起小志工。我今天能参加，我感到很高兴。高兴在我看见每一个小朋友和家长都在笑。爱玩到我们，不怕冷，不怕空难，对我们极大的照顾，极大的帮助。我们一定要感谢你们。不能的，心是暖的，因为看到乡亲们啊，虽然他们我们需要来关怀他们，但是他们的脸啊，那种快乐跟满足的感觉，让我的心也是跟着暖的。虽然面甲鼻啊拢冻甲红光光，但是一股的暖流充满心内。台新闻江苏报道。